诸位同学请坐。请看进行品第十页。出家受戒寄送第六首看起。脱去俗缚，当愿众生勤修善根，协助罪恶。这个是出家剃度了。前面一首啊，是请求出家啊，也跟诸位做了详细的报告。出家是一桩大事啊，在家的成家是一桩大事啊，这个绝对不是儿戏。但是现在对于成家呢，也都这个很草率的就结合了啊。那么这种情形造成了啊高度的离婚率。这个离婚呢，在从前过去这个旧社会里头啊，很少听说啊。那个时候是某一个夫妻离异的时候，那真叫大新闻啊，难得听到。那现在就太多了啊，这是我们要冷静细心观察思维，然后才真正体会到这个社会安危动乱真正的原因在哪里。你才会发现呢，啊，这今天社会是严重的病态啊。那个病态的起源呢，病因在什么地方？啊，那么出家，在过去也是非常慎重，啊，不但这个师徒之间呢。确确实实有很认真严格的选择啊，徒弟选择老师，老师选择徒弟，绝不是很随便的很轻率的啊，而且呢还要经过国家考试啊，这一点在此地给大家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啊。古时候出家不是随便出家的啊，道场国家管理啊，有很多道场呢是国家建的，不是私人建的。诸位如果看到在中国很多规模很大的道场，你看看匾额上啊，都写着敕建啊，这个敕建就是皇帝下命令建的
啊，有些用过库的费用，有些是地方政府的这个费用来建立的啊，那么这样的寺庙国家怎么能不管呢？啊，那么也有少数长者居士啊，他们建立的啊，所以道场啊都是设方道场，不是给某一个人的。啊，供提供给出家修行人在这个地方安心学习啊，出家人生活需求很简单啊，所以照顾啊并不困难，他没有任何奢求啊，真叫是粗茶淡饭的啊，政府跟人民也乐意供养他们啊，他们对社会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呢？你看看雍正皇帝上谕你就知道了啊，他对于宗教教育写的上谕很多篇呢、啊我们十善业道经里面有一篇全文跟介录都印出来了啊，诸位都看到啊，雍正说得好啊，啊这些好的出家人他们修持天天跟国家社会回向，就是外国人所讲的祈祷祝福啊，那这个有没有效果呢？肯定有效果。从前人相信，现在人不相信，你的祈祷祝福啊，这个上帝就听你的话了啊，他提出怀疑啊，实际上这种虔诚的祈祷祝福与上帝没关系啊，效果在什么地方呢？从江本胜博士水实验里面得到了科学的证明啊，善心的祝福，尤其是很多人啊，同时不一定同处啊，同时来祈祷祝福啊，产生一定的反应啊，难得科学家给我们做出了证明啊那么这属于精神上的，而实际上呢，出家人的这些行为给社会大众带来一个好样子。什么样子？于人无增，于事无求。
让在社会上天天搞竞争的人啊，冷静去反省一下。啊，所以出家人如法修行呢，对社会的贡献很大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读历史，啊，每一个朝代的史书都有影业传，啊，列传里面呢有这么一篇，我年轻时候不了解，所以对这个一篇呢，我就常常想，这些人有道德，有学问，有能力，不出来为社会国家做事，啊，却隐居了，为什么还给他作传？这个作传是流传千古啊，他有什么功劳，有什么贡献呢？这个疑惑很多年都解不开。后来学佛，亲近李老师，我就把这个提出来，我说我这个有疑问，好，老师给我解释了，他们这些人对社会有潜移默化的功德，啊，有影响啊，啊，有德行。有能力，有学问，他是可以出来做官的。啊，他不做，这是名闻利养啊，哪一个不想去争呢？他告诉大家，不需要争。那我这个日子过得多舒服啊，多自在啊。啊，你说德行、能力、学问，我不比你差了。啊，给大家，给社会大众一个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人人能有这个观念，这个社会上就安定了，就和平了。所以他对社会安定和平起很大的作用啊。史学家的给他做传记，我想这是有道理啊。这个影仪对社会有这么大的影响，这个出家修行那个影响就更大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他教化众生，身教言教啊，为一切大众啊解释疑难杂症啊，这些事全都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啊。世尊当年在世啊，诸位晓得他老人家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。你看现在大藏经里面许许多多的小部经，那是什么呢？就像我们现在的学佛答问一样，啊，众生无论是在生活上或者工作上啊，
处事待人接物上遇到困难了，不知道怎样处置，遇到释迦牟尼佛向他提出的问题，佛就给他解答，解答是有道理有方法，依照佛的话去做有效果啊。佛灭度之后，对，记录下来就成为经典啊。所以大藏经里面有许许多多这些很短的啊，这个字数大概是两三百字到几百个字，不超过一千字的，太多了，都是解答疑难杂症的啊。所以藏经称之为法宝啊。啊，今天这个社会上更复杂了，问题更多了啊，能不能在大藏经上找上答案呢？能，无论大事小事啊。你说今天整个这个社会问题啊，乃至于说政治上的问题啊，人民的这个生活上的问题啊，教育上的问题，应有尽有啊。啊，现在社会动乱，人心不安啊，如何能叫社会再恢复到安定？啊，恢复到和平，化解一切冲突对立，佛经上的道理方法很多 啊，比今天许多这些学者专家们所想到的啊，所讨论到的高明太多。今天世界上著名的学者专家提出一些意见，我们细细听听啊，细心去想想，它还有后遗症啊，就是说方法是好，还有负面的作用，不是尽善尽美呀，佛的方法尽善尽美啊，这个是人类智慧的宝藏啊！啊，智慧从哪里来的？啊，哦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这个智慧，一切众生呢，你本有的。啊，出现品里说的多好啊！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啊，所以一切众生跟诸佛菩萨智慧是平等的，德能也是平等的，福报也是平等的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设法界这么大的差别呢？啊，佛告诉我们了，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。那我们六道凡夫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具足，所以你不能证得啊，你并没有失掉，不能证得啊。执着放下了，你证得少分啊，智慧开了，不圆满。
分别也放下了，你证得多分啊，正等正觉，还是不圆满，必须把妄想也放下，你就证得圆满了啊，自信里头圆满的智慧的能相好通通现前了。佛给我们讲是真话，不骗我们呐！啊，那我们现在很糟糕的，听了佛的话，读了佛的经，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，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不听话的学生呐！啊，很好学，不肯干。啊，所以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也得不到。啊，什么是殊胜功德利益呢？智慧、德能、相好。这三方面你没有长进啊。啊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轻，智慧德相就长。啊，互为消长。妄想分别执着重，智慧德相就没有了。啊，智慧德相啊，实在讲还是在了，就变成了烦恼习气。啊，烦恼习气是智慧德相的反面。千经万论呐、啊，佛祖没有说别的，无非是叫我劝导我们放下而已啊。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啊，是放下啊。那么这个条件，哎，学佛就非常之好了。如果你还有争，还有求，就难了啊，在家学佛还可以，出家学佛不行啊，所以出家学佛了一定要放下啊。从前学生选这个老师选择学生，就是看学生能不能放下啊，妄想分别执着是不是一年比一年淡薄啊，那这就是好学生，啊，是应该选拔的对象，啊，有没有大慈悲心，能够舍己为人，啊，那这就是大乘根性，啊，大乘根性是舍己为人，啊，绝不计较自己。念念是众生的福祉啊，那么他接受大乘教诲啊，就不困难了啊。所以从前啊，过家的是要考试的啊，那都是读书人呢啊，考一般的科目。差不多跟考举人进士相等，哎，你有这个基础吗？啊，你真有这个学识吗？啊，这个是从前帝王对出家人要求的，啊，因为出家人是老师的地位身份。天人师啊，帝王尊重啊，帝王要提倡孝亲尊师啊，所以对出家人是另眼相看
啊，那你总得有一点东西让他对你敬佩啊。啊，所以考试的时候一般的学书啊，差不多跟进士相等，再考佛教的这些经论啊，当然就是你一个出家人必须要懂得的啊，要考啊，及格之后这个证书皇上发的啊，叫度牒啊，我们现在叫证书啊。那么你考取了，等于说皇帝皇上接受你，你可以做我的老师，可以帮助我教化社会一般大众，他怎么不尊重你啊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出家啊，所以出家总得要找一个地方。昨天跟诸位说过啊，你要跟法师有缘，跟道场大众有缘，跟这个道场有缘啊，所以至少啊，你要在那个地住上三个月半年啊，甚至有的人要住上啊两三年，这相处啊，彼此都熟悉了啊。那你请求剃度呢，这个老师一定是先看你的文凭啊，你的证书就是度牒，你没有度牒他不敢给你剃度，剃度犯法啊，所以那么严格啊。国家考试的制度很不幸呢，清朝顺治皇帝废弃了啊，清朝第一个皇帝啊，康熙的父亲啊，刚刚入关啊，他那个废弃是好心啊，以后有人传说顺治自己也出家了啊，这看破红尘了啊，那是不是是这个原因？因为他出家的时候就没有人发这个度牒给他了啊，他干脆废弃了。印光大师对这桩事情在文朝里头啊有好几篇批评这桩事情，当时是好事啊，为什么呢？出家是真的都有这个水平呢 啊，但是后遗症就麻烦了啊。到现在这个时代啊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受过教育的都出家啊，也剃度了，也受了三坛大戒了，所以出家人的素质一落千丈啊。啊，我们在古籍里面常常看到大官贵人啊，像这个地方上的领导啊，古时候叫太守啊，相当于现在的省市长，遇到一些困难问题啊，都到山上寺庙里头向老和尚请教啊。这个出家人呢也等于是他们的顾问一样啊，确实他真有能力 啊心地清净，
心清净就生智慧，智慧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国家大事也不例外。啊，皇上遇到困难了，也向出家人请教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以前出家人的这道德、学问、智慧，确实是令人尊敬的。啊，帝王尊敬，当然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不尊敬出家人的。啊，这个国家各阶层的领导尊敬出家人。平民百姓哪有不尊敬的道理呢？啊，这个对于社会治安呢，产生很大的效果。啊，所以它确确实实是社会教育。啊，叫人呢安分守己，叫人呢了解三世因果，啊，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是一切众生羡慕追求的目标啊。你能求得到吗？求不到。这个东西命里注定的，每一个人的命运不一样啊。啊，前生所种的因不一样，今生如果说是享受果报一样，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啊！啊，这个真正叫了违背因果定律，违背信德，哪有这种道理？肯定出乱子嘛！啊，那要怎样满足大众的求愿呢？佛家有方法，叫你修修因。啊，财富是果报，因是什么？聪明智慧是果报，那因是什么？健康长寿也是果报，那因是什么？叫你修因。啊，有因，后面就有果。啊，你们看现在了凡四训这些年来的提倡啊，也有一点效果了啊，看的人很多了啊。于经义先生于造生记啊，现在也开始流通了。这就是教你，你想求这三样东西，你看人家怎么求的。佛十门中有求必应，不是求不到啊！啊，如理如法的求，你才能求得到。如果你的求愿与理论相违背，与方法也相违背，那你怎么会求得到啊？那你自找苦吃啊！啊，你真正懂得这些，你才晓得宗教教育的好处。啊，人古今中外啊，很难脱离宗教教育。
它真的可以带给你一生的幸福啊，满足你的需求啊，满足啊你的欲望。如果没有这些好处，我们怎么会走这条路？啊，方东梅介绍给我的时候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啊，那我对于这句话是很羡慕。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要下决心走这条路。啊，这样脱去束缚，啊，这就是换上袈裟了。啊，这发愿，当愿众生勤修善根，协助罪过。啊，这是你真正发心出家。做如来的弟子啊，那么首先要做的呢，你要把这些罪业要放下啊。什么是罪业呢？手握啊，杀盗淫妄语两舌、卧口、绮语、贪嗔痴，这个舌住罪恶的肉就是指的这个。勤修善根呢，就是舍恶的反面舍善。所以这两句话了，就是舍善也道经。啊，那我们在《十善业道经》里面看到了，啊，佛说了，《十善业道》是声闻菩提，菩提是印度啊，意思是觉悟，啊，阿罗汉的觉悟。辟支佛的觉悟，菩萨的觉悟，啊，这个经上讲，声闻菩提、圆觉菩提，乃至于无上菩提，啊，佛菩萨的觉悟，啊，后面还有一句，啊，乃至人天法，啊，以怎样来生，不得人身。啊，不是人生呢，或者来生的时候能够升到天上。通通是以这个为基础啊。如果我们不修十善呢，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跟实物相应啊，那你就晓得来生人道啊就没有份了啊，人道没有份到哪里去了呢？恶鬼地狱出生到那边去了啊，叫三恶道啊。啊，那我们自己发心出家，那个愿望是什么？前面说过，不是说我处天者之家了，不是说这个。
我们要除烦恼假，这个食物是烦恼啊，要把这个摆脱掉啊，要除三界假，要除无明假，那这个就对了。这样的宏愿从什么地方做起呢？从十善业道做起。啊，所以在仪规里面剃度先要举行三皈依啊，剃度的时候受戒之前也要举行三皈依啊，受沙弥戒之前也要举行三皈依，受比丘戒、受菩萨之戒之前，通通要举行三皈依。这是跟你说明，三皈依是总纲领呐，是学习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啊，三皈称之为反邪三皈呀。收恶是邪，十善是正呐，反邪归正。那你要不能把食物放下来，放下了，你怎么会有成就呢？啊，你在佛法里面无论怎么修学，现在的话是属于佛学，不是学佛。啊，佛学，从前李老师常给我们说。你就在世界上拿到几十个佛学博士学位，将来死的时候该怎么死还是怎么死，不管用啊。啊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要发心呢，学佛一定要学的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不能完全一样，也差不多啊才行啊。学的跟他一样呢，那你就成佛了啊。不能学一样，学的差不多啊，那你就成菩萨了，成阿罗汉了。哎，这就差不多啊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，这个事实要清楚，要明白，真干。啊，那么现在的问题呢，我们要认真去反省，去思维，为什么实善做不到？十善对我们来讲啊，太生疏了。那十恶对我们来讲呢，太熟悉了。过去生中虽然有善根，但是在今天的社会，外缘不好。缘是什么呢？一切的缘，你所看到的，
你所听到的，你所闻到的，你所接触到的，通通都是勾引你阿赖耶识里头十恶业的种子啊，教你起贪嗔痴慢，教你造杀盗淫妄啊！我们今天是遇到这么一个环境啊！啊，正面的善的环境呢，几乎没有了啊！半个世纪之前还有一点。现在完全没有了。啊，前些年我们坐飞机，飞机上有杂志。啊，我坐新航比较多。杂志里头还有一两篇好的文章，正面的。可以看看。最近这一段时期的时候，这杂志上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上飞机时，我们带经典上去看。报章杂志、广播电视全是染物啊。啊，他劝你干什么？劝你干杀盗淫妄。啊，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报纸广告，全面的。啊，这一张报纸就这一个广告。啊，内容是什么呢？贪婪呢是正确的。就写这么一句话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贪婪没有罪。贪婪是好事啊，人应该要有贪心啊，因为贪心呢才能促进经济的成长啊，人要是不贪了，确实这经济就不能成长了。为了经济成长，要鼓励一切人贪心，这怎么得了啊？在佛法里讲，贪心多恶鬼啊，换一句话是鼓励大家人呢、啊，将来都要到轨道去啊，不就这么回事情吗？啊，那我们想不想将来做鬼呢？人很苦，做鬼比人还要苦。啊，比鬼更苦的是地狱。地狱是什么？嗔恚、杀害，这是地狱的业因呐、啊！啊，严重的杀盗淫妄，地狱业因呐、啊！啊，佛在经上讲的很多，财。色、名、食、睡，地狱五条根。啊，你要对这个五欲起了严重的贪心，啊，全力的去追求，不择手段。那你的业肯定是地狱去了啊！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的，为什么在这个短暂的一生当中造这么重的罪业啊？真的所谓是天堂有路啊，你为什么不走？
地狱无门，拼命要往里头钻，这叫颠倒啊！这是经上佛常讲的可怜悯者，啊，佛菩萨看到了慈悲之心油然而生啊，总是想帮助他，劝他回头啊。在过去接受的人多啊，回头人多，现在这个时代接受的人很少啊，相信科学，不相信因果，不相信有三世，人就这些事，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啊。这一生如果不好好的追求快乐，那不是空过了一生吗？邪知邪见啊，这个错误的知见呐，错误的这个想法看法了，误了他一生呐，把这个一生的这个得度的机缘断送掉了，你说多么可惜！我在20年前啊，在美国弘法，同学们都非常好，收集欧美的一些关于因果报应轮回的这些讯息啊，拿来给我看了，告诉我外国人现在也相信了，相信还是少数，不是多数啊。他们送了一张这个预言家会的地图，拿来给我看，世界末日啊，这世界末日在哪一年发生呢？1999年，2000年、啊、这个地图听说现在没得卖了，因为2000年过了，大家不相信这个事情啊。那么我手上的一张也送人，但是这个同学做了一张复制品给我啊，现在我们放在十楼，注意一进去就看到了啊。可不可能呢？如果你要真正相信经论上所讲的医报随着正报转，你就会相信啊，这个世界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人心嘛，人心都能够勤修善根，协助罪恶，我们这个世界慢慢就会变成极乐世界，就变成华藏世界。如果人心呢不知道修善根啊，不知道修十善呢，继续不断的还是造作十恶业啊，而且十恶业的这一年比一年增长啊，
那这一张地图可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所以我们把这个放在这个地方，让同学们看到之后，大家惊觉啊，这不是中国人画的，外国人画的。那么这个这一面，脱去束缚，把这个束比喻作这个世间的染污啊，我们自己觉悟了，当愿遍法界虚空界。一切诸佛里面的六道众生通通能够觉悟啊，修善断我啊，把这个我要放下，俗服啊，俗家穿的这个衣服换掉了吗？放下了吗？啊，披上袈裟了啊，袈裟代表十善啊，是这么一个愿望啊。那么我们每天穿衣脱衣都要想到这一愿啊，脱一定要把罪孽放下啊，穿上呢一定要勤修善法。现在时间到了。